拿这本书以后，你可以慢慢看，那可以整体看，你前后左右看，然后你看到它的编辑的一个方式，这里面有更丰富的一个变化，跟你在现场看不太一样。整个要慢慢看，你才发觉每一章跟每一章，或者它整个的编辑，它的叙事性会更加清楚。太文青了。